理智与情感常常不能统一，但也有例外。感觉说，一辈子怎能只有一种人生模式？理智说，全路况模式自选，见招拆招。感觉说，再爬一段上坡路看看。理智说，坡度44.5，迎刃而解。感觉说，带着最爱的人仗剑走天涯更好。理智说，无所畏惧，放心逍遥。感觉说，人生短暂，就要活彻底。理智说，像鸡皮一样，73年把一件事做彻底。理智与情感如此默契，因为真正的 SUV